同志们呢，我现在又到另外一个寺了，镇海寺。这个镇海寺也得爬坡，哎呀妈呀，爬得真够累的。看，马上到了。到了，镇海寺上面写的是明代，说是明代开始建立的。啊，这寺庙真的是依山傍水的，啊，水没看见，但是这山修的确实挺幽静的地方。寺庙的这个建筑科技都大同小异。这里有一个张家胡佛舍利塔呢，还有，先带大家简单逛逛。看一下，每个庙人都不少。僧人在这个做功课。这是哪儿？是这个感觉吗？许愿树，这是？许愿树。这个舍利塔，哎，这是不是？我看这是哪位？什么？张家活佛舍利塔，张家活佛舍利塔。两边都是佛像，佛的画像。这边我看了是，应该是镇海寺是藏传佛教，也是那种藏传佛教，俗称喇嘛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。这边算是参拜完了，去白银寺，咱们去白银寺。这边中五楼，这儿出来下去了。